摸不出来。耶耶耶！回国才快递。今天风和日丽，秋高气爽，这个冲冲冲的好日子。今天呢，也是扎古盲盒的发售日。伟哥决定今天血拼扎古盲盒，我今天也是有备而来，穿了我们大吉翁的衣服，走走走，冲！我们来到了 SOHO 六楼的魔球店，今天我一个目标就是抽取这一套扎古，至于能不能抽到隐藏款呢、啊、那就看命了吧。铁子们把欧气打在公屏上，让伟哥来吸吸欧气吧。噔噔，这个呢就是伟哥今天要开的扎古盲盒了。伟哥现在不知道隐藏是什么，我觉得盲猜这个是一个透明色吧，然后这个如果不是夏亚的那个换色的话，那应该就是乔尼雷登的专用扎，不知道这一箱能不能拆到。一二三四，选哪个呢？选第四盒吧，四季彩。好，我要这盒。老板，我要这盒。一个许愿一波夏亚。两个隐藏款是不是也坏了呀？万一另一个隐藏款是中红闪电呢？哦，要不我们再开一箱吧，哪箱会有隐藏款呢？要不就它了吧，继续血战到底。宝贝，你认识这个是什么吗？没有。没有吗？姐姐告诉你啊，这个是变形金刚。金刚不是红色吗？其实是扎古，是出自高达动漫里的，里面的机体和男人都很帅。你可以看看。我知道了，我换个姿势抽，总能抽隐藏款吧？噔！好，抽第一个，红色有角三倍数。第二个。我和夏亚还是很有缘分的嘛。第三个绿扎，第四个还是绿扎，第五个好看。伟哥如愿以偿的抽齐了黑色三连星。六个，还是黑色三连星，不好意思，你是不是多余？七个，好，白狼，第八个，蓝色雷光，我还有最后两个了，第九
这个就是透明素了，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开心。最后一个，这个是实战系扎古，这呢就是伟哥今天的战绩了，抽了两箱，然后才抽到这个隐藏款。伟哥今天抽起了七个扎，今天战绩呢是抽到了两个蓝色雷公，四个黑色三连星，四个绿扎，两个实战配色，三个白狼，四个红扎。哎呦，终于开出了一个隐藏款透明色，这个绿色透明色还挺好看的，其他几个感觉稍微，你看这个胶的地方都有点。就是有点磕吧，很多地方做的不够，是有很多这样的小瑕疵。但作为一个办公室摆件的话，还是蛮 Q 的，推荐你们带女朋友去抽啊。那这七个里面，你最喜欢哪一款呢？欢迎大家把最喜欢的打在公屏上。哎，坐下伟哥吃牛肉面不能加牛肉了，不过看到他们，我还是觉得值了。我们下次一起冲冲冲！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我今天收获了一个女粉。好开心！你关注我多久了？我关注你差不多有一年了吧。哇，我的天哪！我竟然有女粉，我好开心。你初中吗？嗯，我初中。你为什么长这么高？暴露我身高。